天后蔡依林最近受邀到米兰参加时装周，不时会在社群跟大家分享日常。其中一张他素颜零伪装在餐厅吃饭的照片让粉丝吓到了，惊呼怎么已经42岁了，肤质还可以这么好，还自带苹果光，真的是零瑕疵，太完美了啦。而说到粉丝，从大学生了没出道的茉莉一直很喜欢蔡依林，这次同样受邀参加时装周，在后台巧遇蔡依林，结果就令马上喊出她的名字，让她瞬间吓傻。Oh my god！ 来，转过来对镜头说，要哭了，要哭了，要哭了，完了，要哭了，叫我名字就听到吗？你叫我名字。成功还被偶像记住，让茉莉一路忍到车上，下秒变这样。我真的太开心了 ，I'm so happy。赶快给我卫生纸，有卫生纸。事后，他也整理了自己追星的记录，照片曝光后，粉丝纷纷帮他点赞，直说这是最猛的追星范本呐、啊。好、huh?